2017年出完第一篇日文教學就冇下文，梗係啦，都冇學過其他嘢啦，梗係冇下文啦，都冇學過其他嘢，仲下文。其實我都有諗過去做，即係去讀日本日文班。老實講，即係唔好聽啲人講咧，覺得咩？即係我自己認為啊，係啦，就唔係誒，我話冇用嘅喎，係啊，就唔係嘅。我自己個人認為啊，係啦，大家唔一定要聽嘅。我只覺得咧，如果你有錢啊，如果你能夠即係負擔到學費嘅話咧，我覺得你絕對應該要，你想去學，你絕對應該要補辦，係啦。真系唔好悭嗰笔钱，系啦，唔好觉得诶、哎、N 五自学都得啦，使鬼报咩 N 4诶自学得啦，有鬼用咩报嚟冇用。但系我而家唔会咁谂啊，以前我就会咁谂，哇 M 呢字读都得啦，系啦，跟住读咗第一日之后咧，第二日就去咗打机，第二日就冇再读啦。我反而想读啊，但系冇时间啊，系啊，即系当你出咗嚟社会啊，甚至咩嘅话，时间就开始唔够啦。即系，尤其是你翻咗工之后咧，你乜嘢都做唔到噶啦。可能你翻朝头早七点至四点半啦。以我翻以前商场为例，咁你唔好觉得自己好多时间喎，因为你第二朝七点钟仲要报到啊。咁即系话，其实可能你四点半之后翻到屋企六点几、七点啦，或者唔好咁耐啦，四点半放工，跟住换埋衫，六点钟翻屋企好冇？六点钟翻屋企，冲个凉，食个饭。你瞓得噶啦，你冇其他嘢做噶啦，啊，你做其他嘢啊？诶，听日唔知醒起身翻工喎，啊，就系呢啲啦。但系以一个例子为例啦，你翻完工可能已经你系做唔到运动噶，譬如你本身系个肥嘅，你翻完工你系绝对唔会想去做运动噶，除非你系坚你个坚持系真系十分强大，否则你系冇乜可能嘅，真系冇可能啊！因为你谂下，当你一个人。翻咗一日工，你本身个心态就觉得，你个思想就觉得，哎，好攰啊，不如唔好做啦，好攰啊，唔好再做啦。我今日做嗰份工，我本身工作就系可能需要劳动，一啲劳动力嘅，咁已经做咗运动啦，都唔使做啲咩运动啦，系咪？跟住就会冇一件事，慢慢可能就会慢慢就会变到，哦，唔做啦，唔做运动，咁就系咯。有人教唔同咧，讲俾自己听入耳啲。哎，你呢个嘢即刻错咗啦，麦金！哎，即刻话俾你听有啲咩唔同。你如果上系日文嘅兴趣班，嗱，呢个系我私人教路噶，大家觉得私人教路噶，你即刻报堂。佢呢啲兴趣班咧，其实最大嘅可能就系麦金所讲啦，人哋讲俾你听易入耳啲，又或者系因为金钱嘅限制。哦、可能你俾咗千几蚊、二千蚊，跟住去报一个堂去读，就，唉，你为咗唔想嘥嗰笔钱，你一定要好俾心机去学噶嘛，系咪？咁呢个都系可能系其中一个令你学到日文嘅一个，或者任何语言啦嘅一个嘅推动力、啊、但系你知唔知道最大嘅推动力系咩啊？系识到新朋友啊！啊，识到新朋友，新朋友都知遇不得止，仲可能系女仔、啊，可能系异性、啊。是不是啊各位冇错啦嘛呢个冇错。嗱是不是呢各位是不是即刻好想报堂呢啊即刻报堂啦各位。想学咩即刻学。认同。想到第二朝早起是啊其实翻工是真的好难去做到坚持一样嘢嘅。即是我用返头先个肥嘅做例子呢你是绝对不会想去做运动的。你有时间都是去咗打机啦因为即系点讲？你翻工时候太忙啦，你冇时间去娱乐啊，不如做娱乐去算啦。做乜鬼嘢运动啫？我今日都已经做咗一日嘅运动啦。咁做咩运？做咩运动啫？我打机算啦，系咪？一定系咁噶，翻工系咁噶。香港尤其是，我自己都试过。啊，好攰啊！我饮到一提识女仔，觉得好兴奋。这个只是、啊、你的片面支持、啊、个别例子而已千万不要乱说、啊、个别例子简单一点就是给千多元去识异性、啊哎啊、给千多元给你去一个识异性的机会、啊啊、是不是其实抵的老实说
千几蚊，你 有一部堂之余，你能够学到你重要嘅嘢，你仲可以识到人咯。即系识到人其实系一样好难嘅事，你只要出个社会你就知道，你想识人啊，好难。除非你本身系一个外向型嘅人，你本身系拥有领袖能力，又或者本身你系拥有无穷话题嘅人，咁你就可以识到人啦。但系边有好似边有我头先讲咁多特质嘅人啦、啊，系咪？你估个都系我咩？系咪？系咪先？如果台主报我班，我班啲男仔女仔都会好幸福，因为识到咁完美嘅男人啊！真系啊，系啊。即系有时咧，我听我朋友讲啊，有啲课程咧系要分，又要分组上嘅。哇，真系几好！如果你分到我，真系我一定帮你出扑身扑命，帮你解决啲问题。结果去到全部都系仔啊嘛！哎，冇问题啊，男女通杀啊！男女通杀，一定异性嘅，识到朋友都好啊。咁可能嗰个朋友又有其他异性咧？哇，你谂下。可能一班里面20个都是男仔，20个男仔都有异性朋友，哇，你谂下几好？